也一样是居于领先的地位。好，现在进场的是在桃园市龙潭国中的张玉丽所表演的项目是带。在彩带的这个项目呢，选手使用的具有人声歌词比较轻快的一个音乐哦，搭配着非常轻快的韵律节奏步伐来呈现的这个整套的演出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选手啊，在整个过程中其实都是面带笑容哦，但虽然在整体的演出呢，选手还是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跟很大的能量啊来执行，但是呢这个辛苦啊其实并不能表现出来，人就要很惬意的一个感觉来执行这个整套。请了一个0.3分的侧把平衡。两圈的动力性转动抛接。0.5分佛腿平衡。整套的演出相当的流畅。